怎么病成这鬼样子了？哎呀，行，你家有没有果汁？我渴了。大哥，你没什么事，赶紧回去吧，别操心我了。别呀，我饭都给你带来了，怎么着也得看你吃完呀。 烧多少桶啊？我看看。太冷了，贴上管事。哎呦，这嗓子好疼啊！哎呀，这我可太懂。 冷了是吧？这人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嘿嘿，装病。没想到堂堂萧总有今天啊！哎，老崔，帮帮我！小二姑娘，你求我呀！求！求求你！啊！求求你！求求你！ 真是能屈能伸，啊！敢碰我？肖长奇好像真病得不轻，那温度表都42度，要爆表了都。 水果，水果，拿水果！哦，水果！来，哥，水果，小块儿要小块儿，我这嘴能吃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小块儿，我切了，刚切了，小一点啊！来，小块儿的，哎。 我问你，不用，小然啊，我想问厂一点事儿，我得走了，要不然你过来看看他吧。再来一块。拿拖鞋，拖鞋，拖鞋。来来来来来，换上。小然啊，我想问厂一点事儿，我得走了，要不然你过来看看他吧。 密码没改，我就开门进来了。
因为帮我修车感冒的。我要说是的话，你会留下来陪我吗？我今天过来有话要跟你说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说清楚比较好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暗恋你8年，这段感情没那么容易放下？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，你可以随心所欲，想开始就开始，想结束就结束，而我，只能是那个等待你做决定的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分手确实有误会，也有不得已的地方。说实话。在青山再见到你，知道所有的真相之后，我也不是没想过跟你重新开始。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能再跟你走下去了。我们之间，不管是你父亲的事，还是菲儿的事，都不是最大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，我已经不相信你。我对你来说是一个随时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放弃的人，我不想要这段被动的感情了。其实我也纠结过，也惋惜，不甘过。不过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大家都回到了正轨上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所以我也不想走回头路了。我也不想走回头路。我想我们一起往前看。照你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乌苏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就要往别的地方去了。如果你还愿意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。不过也只能是朋友了。以后别再越界了。啊。还没吃饭吧？给你点份炸鸡。所以都告诉我了。